帅气英勇的人来拯救世界吧！啊，想太美了。
们好饿，要有力气才能拯救世界。是。那好吧，我带你们去附近的旅店吃饭。Go go！ 于是他们一群人就走进了未来餐厅。
被石头压住了。手表发出奇怪的声音，石头就自己离开了。我的脾气，你的手机配，你的方式，谁的离开路？